意大利总理孔特请辞。孔特坐车到总统府，向总统马塔雷拉递辞职信。路透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话，佢会请求对方授权俾佢取得国会多数支持，筹组新政府。预计马塔雷拉会接纳，并且星期三召见党派领袖商讨。由前总理伦齐领导较活力党，因为不满政府应对疫情和经济衰退，上个星期退出联合政府，令到孔特政府失去参议院多数席位。他日前仅以些微票数通过国会信任投票，避过倒台。